姐，我今天在大妈女儿店给你买一身我山六同款，你拿过去试一下。哎呀，你的同款我怎么穿嘛？你140斤穿什么不好看呢？你再看看我，都160了，这个肚子这么大，胯宽腿粗的穿不了。对自己自信点，人家老板娘肚子比你还要大呢，她穿得上都很好看。这个啊是有弹力的，最大码可以穿到195斤，你就试试呗。真的假的？啊，行，我试一下吧。哇妹，你这个穿上去啊，侧面一点肚子都不显呢，前面有裙子的美感和时尚感，后面还有短裤的安全感，我感觉很舒服哎。我还给你买了一个上衣，你搭配起来会更好看。行。哇，这个衣服看着小，弹力却很大，两个颜色都好看嘞，我感觉好喜欢呀。你本来就长得漂亮，就是不会穿的，这样走出去啊，谁看得出来你有160斤？大美女一个呢。那行，我们去逛街吧，来。